浩哥安，我是云玩家。之前看你 YT 影片说脱票不会提速了，那实际上还有实用性吗？你现在脱票又会提速了，他就临时紧急维护，然后把原本的脱票功能改回来。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哈，但反正他就把这个改回来了。左边的话就是改版后不能脱票，然后右边就是改版前可以脱票，然后中间那个就是两个的中间值，然后你就可以调右边，这样就回来了。哦，一个不要。屁啦，为什么我出来的时候被他们卡住啊？他们不是在我后面吗？讲一个严肃的问题，台湾何时要办比赛阿爆？嗯，我怎么会知道？你觉得我长得像 Mixer 吗？你可能都觉得我有内部消息，但是说实在话，我觉得，就算他们真的能跟我讲什么内部消息，也不会内部到这个程度，你懂我意思吗？有限。我不会唱歌了。感谢你特别邀请来参与六度电竞。还太小，我会想到那台章鱼车，那台章鱼车是一台好车，比赛估计应该会上那台车。虽然不是一号位的车，但是还是一台好车。有没有请你再出一首新歌 BAOG120？ 没有，他知道我出歌会赔钱，所以不让我出歌。
绕格，这样没人在你后面跟你玩有意思吗？没必要这样。什么时候看得到你跟六弟老师的男女合唱？零。什么时候看得到您与少老师的男女生合唱 ？N L M L 啊呀呀！这个价码开得够高就有机会。这个社会就是钱在做事啊，没办法。毕竟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他们吃药尾流了。我说尾流呼吸还真可怕。挡。그래서니리생각하는한국에서가장잘생긴남자는한우인가요아니에요가장잘생긴남자는우리라이언님입니다우리사장님입니다听不懂真的跟着科没有啦因为我不是自称那个东哥车银优吗啊车银优就是他们那边一个偶像应该是演员吧然后刚才那个粉丝问说所以你觉得韩国最帅的男生是车银优吗我说不是是我们社长 Ryan 就是我们的 CEO Ryan 希望他可以加薪这个社会就是钱在做事啊你不理财才不理你下车了5844能排到哪里5844 14名、欸、前面13个是怎么排到人呢好换个账号